要踊跃。德赛 five 可以。但我们换个弱点。这肉点打的怎么样？行不行？这四个肉点给你打的，真的，把剑姬这个英雄给他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我应该 A 闪接左边，但是我怕我这操作没操作过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应该 A 闪左边，直接套一个点炎，他死。没事，这回死就死了吧。但我没太敢那么操作，你知道吧？我怕出事情。但是你不会 A3， 是啊，我没试过这种东西。黄子交闪了，还行。我从不放弃。换个弱点吧。好 Q， 这都敢 Q， 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我感觉我有点会玩剑姬这个英雄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已经有点会玩剑姬这个英雄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就是你打第一个弱点以后，你需要快速的走到第二个弱点。如何快速的走到第二个弱点呢？你要知道它的弱点刷新机制，比如说这一波它是上，下一波它就必定在下，知道吧？然后再换位置 ，A 接 Q 走，别急，拉扯一波 ，A 接 W 定住 ，A 一下弱点 ，A 接 Q 过来，再一个平 A， 你就是第一个是上左，第二个就是下右，你就往这边走，肯定它就有。原来如此，明白了吗？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怎么就银鸡了呢？这银什么鸡呢？这杀他属于正常操作呀。人家
好补。别人也尝试。哎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有没有人知道我想说什么？忘了，马上就好。精准而优雅，一秒四个。一秒四破其实很简单的，这也称得上一还是四。好好断线，来一波。哎呀，啥呢？其实我刚才这波呀 ，W 技能就失误了都，哈哈。不过无所谓，我们的虚区还是很高的。他放弃了。这黄子的蓝应该是有，我估计他正在打蛤蟆，你知道吧？打到一半发现我搁这断线，说是这不能让我太嚣张了。来，来，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小伙子，这是想干什么？把上塔拔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太顺了这。手感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感觉剑姬这个英雄又加入我的英雄池了，真的可能要加入我的英雄池了。有没有发现我的剑好快，好快的剑啊！以后我就可以给你们击剑了。没有人我就拆没了啊。来个一秒四破。两秒吧，太慢了，两秒吧，那不得调位置吗？太慢了。溜了，十千块回家。无敌了。
不要犹豫。A Q E A， 你 A Q E A 跟 A E Q A 有什么区别？他们都一样的吗？你刚才觉得我慢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攻速，你知道吧？再来一个。这是计划。他好像不配我一秒四破。马上就好。他不配耶。那 ADC 我打俩弱点就死了，都不用四破，都他直接两破他就死了。蓝不太够用啊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打火扣了，这狐狸怎么没有 KD 的皮肤呢？把峡谷放了吧，这把拿下。我吃个鸡肉卷，这不能是鸡肉卷，这是香肠卷。我找到这个黄子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敲门声啊？我的舰准备好了。队友把基地推平了，半夜嫂子来敲门，敲什么门？不是啊，关键的 QQ 不应该呀，那 QQ 我。